尊敬的洛因特哈德主席和豪森先生，尊敬的各国元首、政府首脑、副元首和夫人们，尊敬的国际组织负责人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。 我很高兴来到美丽的达沃斯，各种思想迸发出智慧的火花，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了很高的产出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